那我刚刚也有讲说，就是他，那我刚刚也有讲说，Black Magic 他们会一直持续更新你的韧体嘛？但真的是，那刚刚我有讲 Black Magic，它也会一直持续更新你的韧体。那目前我用的是8.1，但更新韧体有好处也有坏处啦，就是你有的时候也会更新出有一些问题，像是它现在这一个8.1的版本，它的 Audio 就有点问题。它如果你把你的增益拉到最大的话，它是没有声音的，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状态。What？
那我刚刚也有讲说，它 Blackmagic 它会一直持续更新它的韧体嘛，但是持续更新韧体也会有点问题出现，就它每次更新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更多的 bug 出来。像我现在用的是8.1的版本，那我们的音讯输入的部分，我现在如果增益拉到加65 dB 的话，就是直接拉到最右边，我的麦克风输入呢，它的增益超弱，弱到一个。超弱，真的是-40 dB 耶，这根本就是收到一些底噪而已，就是不知道在干嘛。那你如果把它拉回到可能60 dB 嘛，你就会看到正常的音频，就是它会 peak 就到红色的部分啊。那如果你直接拉到最右边，它竟然声音就变成一个超弱，这又是一个新的 bug，真的是很神奇。那所以更新有的时候。所以更新有好有坏，有的时候就哇塞，真的是越更新越糟糕。所以更新是有好有坏啦，就是有的时候会更新出更多的 bug，那就变成还要等他们。有的时候更新就哇塞，有时候更新就更新出更多的 bug 来，真的很讨厌，就。虽然你多了更多的功能，但是有一些原本正常的功能，结果变出了更多 bug 来，这真的很可惜。所以就更新的时候，你要，所以更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变出，所以更新的时候有，所以更新就有的时候变出更多的 bug，像是我们上一次的更新有好像。所以像是之前有一个更新是加了一个，像是很久以前有一个更，像是很久以前这台摄影机有一个更新，就是它多了一个。